哇，最近的天气真热啊！我是给你这个西瓜。好吃，西瓜好吃，怎么写呢？我们赶快来写五感法，写西瓜。西瓜穿着绿油油的外衣，像一个圆滚滚的胖娃娃，用手轻轻的触碰它，它的外皮滑溜溜的，轻轻的拍一拍，发出了砰砰砰的声音，用刀一切，只听见非常清脆的声音，咔嚓，西瓜瞬间裂开两半，我忍不住用汤匙拿起一小块，果香味在鼻腔中扩散开来，一大口咬下，清凉甜蜜的西瓜汁在口中翻涌，味道真是好极了。一分钟一个写作技巧，我是陈老师 Pretty Chin， 无感法写西瓜，你学会了吗？